铁齿走马回鞭套路之技法，乃多以铁齿玉龙而命其其名，有扣、摔、架、插、截、踩、割、撬、拦、鞭、劈、破、卷、摇、凿、扇等法。持法秘籍着重中下盘积极训练。 该套路的双龙探海、云手踩歌、青龙卷水、跃马回鞭、飞风展翅、霸王挥鞭、青龙摆尾等吃法，攻防有序，进退有法，身手灵捷，上下俯屈，实用性强，是短器械套路之佼佼者。经常锻炼，能增强腕力和身体的灵活性。 这个叫铁齿，是咏春白鹤拳的短器械，传统的短器械。它一般长度是看个人的前臂的长度，再加这肘关节外有差不多1寸3公分左右。 这个叫铁齿头，这个叫护手钩，也叫太子手，叫太子手。这是护手钩，这个就是铁齿的，这个叫铁齿的杆，两头是尖的，有的也可以做成圆形的，都可以。这个短器械是护身最好的器械，它可以绑在。 前腿的这个腿的小腿上，出门用裤子把它盖住就不易看见，要用的时候就拉上来，就把它拿出来。这个是短器械的一个很好的防身而不显露它的本来的面目。 身体自然站立，两手握尺贴于两腿外侧，两眼平视前方。
左脚向前迈一步，左膝微屈，右脚进步，右脚尖虚点地面，长虚步，左手倒锤铁尺，右手含弓铁尺，由左腋窝前向胸前圆弧推出，也叫五湖四海请拳，目视前方。退右脚，还原成平马，手双尺至两腋前，然后从上向下推压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平摆，右脚向左大门进步，左铁尺头朝下，尺尾朝上，从左下方向外向上至头上方，再向内向左隔开，置于左腰前，右尺从右向左前上方甩出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平摆，左脚向右脚门进步，右铁尺头朝下，尺尾朝上，从右下方向外向上至头上方，再向内向右隔开，置于右腰前，左尺从左向右前上方甩出，目视右斜前方。左脚向前进步，随即右脚归中门，同时右手翻转铁尺，左尺向左摆，然后两铁尺交叉，上架护头，置于头前方尺许，目视两铁尺。两手翻转铁尺，同时向前叠进步，双尺头向前直插，呈双龙探海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前进一步，随即左脚跟进，双手翻转铁尺一圈，随后双尺从外向内平衡摔击，止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先外摆，左脚向前进一步，重心移在左腿，呈左弓步，双手从内向外翻转铁尺，使双尺贴于两小手臂，右脚跟进，同时双尺头向前方直插，止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
脚向外摆，两脚向左大门进步，先右脚后左脚，左前右后，长左弓步，同时双尺在胸前划弧，先右后左，随后左铁尺上架护头，右铁尺头向斜前方插击。右脚向外摆，两脚向右脚门进步，先左脚后右脚，右前左后，长右弓步，同时双尺在胸前划弧，先左后右，随后右铁尺上架护头，左铁尺头向斜前方插击，目视左铁尺头。左脚向前迈一步，随后右脚归中门，双尺在胸前划弧盖压，先右后左，踩各两下，随后双尺头向前方插击，先右后左，向前插击三下，而后左铁尺收于左腰际，两眼目视前方。右手翻转铁尺，同时右脚外摆，随即左脚向左大门进步，重心移在左腿，长左弓步，左铁尺上架护头，右铁尺从右后方向左斜前方摔击，目视左斜前方。两手同时翻转铁尺，随后右脚向右脚门进步，重心移在右腿，长右弓步，右铁尺上架护头，左铁尺从左后方向右斜前方摔击，目视右斜前方。两手翻转铁尺一圈，左脚外摆，右脚归中门，身体向左转90度，左手铁尺上架护头，身体下蹲，长下盘马，右铁尺向上翘尾，目视右铁尺。跳右脚腾身后退步，身体右转180度，身体下蹲，右腿屈膝，左膝贴地，右铁尺上架护头，左铁尺下旋置于左膝侧，铁尺头朝下，目视尺头方向。起身，左脚向外摆，右脚进步，重心移在右腿，长右弓步，双尺从外向内插击，止于胸前，两尺头相对，做二龙争珠，目视前方。
双手翻转铁尺，随后两脚向前叠进步，重心仍在右腿，同时双尺从上向下滑弧，然后双尺尾上翘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向外摆，右脚向左平踏一步，转身180度，左尺先上架后置于左腰际，右尺从右向左平拦及腰。左脚向外摆，右脚向左平踏一步，转身180度，左尺先上架后置于左腰际，右尺从右向左平拦及腰，目视前方。重心全移在左脚上，然后提右膝，左尺由下向上上架护头，右尺从上向下摔至右小腿外侧，目视前方。重心全移在左脚上，然后提右膝，左尺由下向上上架护头，右尺从上向下摔至右小腿外侧，目视前方。右脚落地，还原成左弓步，左尺下盖解锁，置于左腰际，右尺上撩，向左摔击，目视前方。右脚落地，还原成左弓步，左尺下盖解锁，置于左腰际，右尺上撩，向左摔击，目视前方。两脚向前叠进步，重心移在右腿长右弓步，同时右手翻转铁尺，随后右尺上架护头，左尺头向右前方斜插击，目视左尺头方向。两脚向前叠进步，重心移在右腿长右弓步，同时右手翻转铁尺，随后右尺上架护头，左尺头向右前方斜插击，目视左尺头方向。两手翻转铁尺，最后进左脚长左弓步，双尺尾从下向上翘起，尺头斜朝下，尺尾斜朝上，两眼目视尺尾，两手翻转铁尺，随后进左脚长左弓步，双尺尾从下向上翘起，尺头斜朝下，尺尾斜朝上，两眼目视尺尾。